魔戒之老师的特卖会之钻。不觉得今天的午餐有点咸吗？不会呀、啊。麦太郎，你是不是太累了？怎么说？我听说人要是太累了，会觉得嘴巴咸咸的。你听谁说的？到底是谁呢？悟丸，你大可不用这么烦恼啦。哦，是吗？搞不好是悟丸累了呢。怎么说？我听说人要是太累了，就会有烦恼。你听谁说的？到底是谁呢？乱太郎，悟丸，新兵卫。新兵卫，你怎么想都没用的。啊，是吗？刚刚是谁在叫我们呢？这边，这边。嗨，灰色鬼，风色鬼，你们来做什么啊？要是被其他人带看到，会说东说西的。我们是私下跑来找你们帮忙的。什么？你们应该知道独主忍术教室的魔戒之小鹿老师曾经说他喜欢买邮购的东西吧？啊，知道。好了，这星期要买什么好呢？你们应该也知道那位魔戒之老师每次买邮购的东西都会出错吧？知道。这么华丽的裤子我哪敢穿啊。我怎么没印象买了这种东西啊？我弄错花生的数量了。那又怎么了吗？请你们帮忙想办法。因为啊，魔戒之老师说要开一场特卖会，把邮购买错的东西全部都清掉。特卖会？那是什么？表示要便宜卖掉。便宜卖？小吴，哎呀，对不起，这是小气鬼的习性。哎呀，真是抱歉。晚，我在认真说话的时候，能不能请你不要搞笑啊？知道了。魔戒之老师打算把拍卖获得的钱用来当作忍术教室的修缮费用。独主忍术教室哪里损坏了吗？也不算是损坏了啦，就只是有点漏雨。总之就是这样。哦，然后你要我们去买吗？怎么可能？我们知道毒蛋跟忍蛋都没有钱啊。就是啊，我们是希望你们能帮忙宣传，让忍术学院的老师知道魔戒之老师要办特卖会。这些是传单。魔戒之老师的特卖会。他要卖掉邮购买错的东西。哎呀，说老实话，我并不喜欢特卖会这种活动呢。是这样吗？我觉得买东西的话，最好还是以正规价格买。那买东西当然要越便宜越好啊。那就是错误的开始。我也觉得买东西要越便宜越好。我跟你们无法沟通。一流的教育只会教育出一流的人才，而一流的人才对廉价品是看不上眼的。不愧是安藤老师，否则他根本无法升任一年甲班的班导。反过来看，我们这两个一年丙班的班导。山田老师跟图景老师在哭哎。没事的，那是山田老师跟图景老师故意跟安藤老师开玩笑啦。那个，我觉得我好像说错话了，但既然说出口了，我道歉，你们两个不要哭了。今天你们两个的晚餐我请客。真的吗？谢谢款待。你看吧。真的耶。山田老师，我们想去特卖会帮忙，请你发外出许可给我们。嗨，谢谢你们过来帮我的忙。你们看，小小鬼在那边炒面耶。客气的，好好吃哦。我决定要去炒面摊帮忙。新兵卫，
魔戒之老师。有什么事啊，武丸？我会努力帮你叫卖，但事后可以把所得的十分之一分给我吗？所得的十分之一？是的。要那么多啊？拜托你了，武丸。小物，我也是人，还请你谅解。好了，我知道了。好的，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那我要做什么呢？这个嘛，哦，对了，这次的特卖会，我通知了许多忍者朋友，但有些坏忍者也知道消息，我有收到情报说他们会来破坏。哦，嗯，然后我已经请色鬼跟风色鬼负责监视会场。知道了，我也去监视。嗨，嗨，会来搞破坏的人，行为举止铁定会非常可疑。有个可疑男子。压那么低，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脸，更让人觉得可疑。怎么啦，乱太郎？你们看，那个人，真的耶，他一直往特卖会的方向看，好可疑。一定是来搞破坏的忍者。现在怎么办？得在他破坏以前把人抓起来。好。你们在做什么？放开我！不行，我们绝对不会放手。你竟然跑来破坏特卖会，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在胡说什么啊，乱太郎？你知道我的名字？我不是来搞破坏的，我是来买东西的。其实我非常喜欢大特卖的活动。安藤老师。